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喜欢吃吐司面包呢？只要跟我这样做，再多都吃不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高，今天我们来做吐司巧克力派吧。首先，我们用模具将吐司压成圆形，想吃几个就压几个。全部完成后，取一片圆形吐司打底，放上适量的巧克力，再盖上一片圆形的吐司，接着将吐司周围压紧捏实，接着将两面都沾满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咯。最后在表面裹上满满的面包糠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先开小火热油，油温到放入竹块会起泡的程度就可以了。然后将吐司放入油中，小火慢炸，炸的过程要不断的翻面，避免一面过焦。炸至像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咯。刚炸好的时候先不要吃，因为它好像会有点烫嘴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。如果想要爆浆的效果好，可以多放一些巧克力。这样好吃的吐司巧克力派就完成咯。我是小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